去合个影。头抬起来了。跟鳄鱼去合个影啊。头抬起来了。三个小朋友在洗车。嗨，嗨，辛苦啦。对，就用这个泡泡水洗，洗完了，然后再用水龙头冲。然后爸爸，爸爸在这儿呢，电锯。今天又要锯这个树枝了，大树，不能叫树枝了。今天难得水位很低。看看能不能过得去，好，带上电锯，注意安全哦，很滑的，幸亏有没有这个板儿过不去呢。看怎么才能到达位置。这个倒掉的树一直挡在这儿，我们每次想开船出去都比较麻烦。哎呀，水还是有点多。啊，天哪！哇，漫过靴子了，天哪，保护好电锯。自救，小心，注意安全。我的天哪！啊！还摸靴子去了。我的天哪！靴子摸不上了。你注意，先把主要电锯，嗯。脚上来了，靴子掉进去。我的天哪！耶、yeah! ！靴子，展示一下你的靴子。赶紧赶紧回来，上来洗澡。电锯不能掉水里面去。上来一步，注意安全。嗯哼，把电锯放船上。哎呦，天哪！想帮忙还帮不了，成功了你。哦，把这块板也勾。够上来了，下一次锯的时候还用得着呢，这个板儿。感觉如何今天？
腿破了，我的天哪，你赶快上来，上来，刚刚我把伤口处理一下。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先把它。啊，太艰难了。还怕，还要怕鳄鱼。随时提防鳄鱼来袭。有没有鳄鱼来捣蛋？快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赶紧把伤口处理一下。没事，扔上来吧。飞靴，我。哟，倒挂。飞靴 ，biu， 到哪去的？光脚大仙，下水玩的。哎呀，腿破！我的天啊！啊，哇！啊，天哪！冲冲完，消毒消毒，完成了。今天完成了。完成了啥？生锈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条腿支在这什么意思？营救营救，你跟我一样啊，跟你刚才一模一样。你完成一件任务，一件重大任务。嗯，好吧。哟，这鸭子怎么湿的湿哒哒的？嗯哼。爸爸锯树完成了，三个娃还在洗车，洗的怎么样啦？很好。嗯，哦，没事儿，我来看看，看看里面干净了吗？哇哦，干净一些了，干净很多了。对，看看，打了三个小补丁。应该问题不大。做最后的检查啦，怎么安排的呀？怎么安排？检查看看这边有没有地方没有弄的，然后我再冲，然后我也到那边的。哦，好，好的。第一站，小朋友准备去这个小游乐场玩一会儿。荡得好高呀，哇，哥哥在帮心仪，各种老爷车每年这个时候就开始到处巡游。你看这一辆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蓝色的，这好多好多年的车子。看这边这一辆，这边还有现场音乐，所以每年这个时候，这是最热闹的。这个绿色的。老的消防车还可以上去，1953年。The Mustangs in Ascension Parish, where we from, Bev and Mr. D. What entitled Mustang Sally?
车好好酷啊，这个开起来它应该轮胎能，这个应该车身它能伸上去的吧，然后这样伸上去才能够，不然怎么开啊，好酷啊。看看这个车子，我也觉得这个车子好酷，这个车子不知道哪一年的，看看，哇，这个车子真的很酷啊。哇，超酷，哎，旁边还有一辆，好了，转了一圈我们回家了。你们看到什么了？我的天哪，它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对，还有鳄鱼，就是他们家那个 roof。啊？我的天哪！看这家伙，哇，正好水位低，好吓人啊！儿子去合个影，头抬起来了。儿子去合个影啊！头抬起来了。It's posing for us。那你帮妈妈去合个影。帮妈妈拍一张照，让他妈妈跟鳄鱼合影。看看这个大鳄鱼，我的天哪！就站在，就躺在这晒太阳，后背都晒干了。哦，都能看到他的小眼神。我的天哪！你宝宝呢？宝宝都丢了，不知道丢哪。宝宝都丢了。